哇！真的穿越出来了，这是什么年代？现在是2024年，年二九，地点是旧时华人新村。你这次的任务是要让大家过一个温馨的新年。啊？要怎么做？ Hello， 不会自己想啊？怎么办？新年到，绽放飘，大家团聚有多好，欢笑声刚在家园乐陶陶，多美好。萨达提巴温图吉达比那个家呀安布萨玛Iya iya, mengeratkan ikatan. 每年都有新年会来到，小孩子在客厅里吵闹，唯独有次不能与家人们拥抱，不能品尝家里的菜肴。红袍舞龙飞，新年喜悦过。新年，新年歌游荡在你耳边。每月的新年，富贵平安身体健，要都会一一的实现。Jemput datang bertandang, disambut memberi salam. Bersukaria bergaya ceria, jiwa mula merasa tenang. Mari menjelang, maju ke depan, ke arah enakan makan. Lalu menutup tata budi bahasa, harapkan akan difaham. 感谢有你，我生在这个家庭。虽然我在外地，不能时常陪伴你。在这个新年里，我会早早回家，去更多的陪伴你，报答你养育。新年到，春风飘，大家团聚又。Long time, we're gonna have really good time. That's what I'm saying, huh? Happy New Year.觉得你应该回去过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任务完成，让我们一起回家过年。恭喜你。